抢。随后出场的马龙和许昕的是中国台北的陈建安和庄智渊。马龙和许昕都表示，宝安体育馆联赛打过很多次，非常熟悉。陈志安和庄智渊也都是老对手。这场比赛最主要的是适应场地，调整自己的节奏。这场双打比赛，马龙许昕以3-0获胜，成功晋级。今天第一场比赛双打，我觉得一切都还是比较正常嘛。虽然比分3-0，但每局都打的都是最后2分赢，所以也对于比赛这种过程，我觉得也很正常。